需要有人跟你一起做示范吗？有，我小时候练瑜伽，我手卡住了啦，不是，我的脚已经快抽筋了，不是你脱筋踩在我的脚上面，你知道吗？这个汤很神奇，哎呦，这介绍浓郁爱恋，好好喝哦，好好喝哎，再来是我们今天这个礼物，礼物。好脆哦，外面是酥皮哦，神脆哇！哦呦，今天晚上10点，请问今晚住谁家？就在东森超市33频道。